那个，坐，介绍一下啊，张天志，我这个2008年的同学，刚从美国啊交 copy 是这个进修回来，在咱们这骨科呢稳坐第一帅哥交椅。当然了，除了我在骨科这个轮转这3月。张老师好。哎，该叫师兄吧。我中山医的，叫不着吧？要认师妹，台上台下这么多。不。那个张大夫，我知道你在美国这交斯哈贝什这 offer 给拒绝了，所以呢，佩服你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是吧？哎，你开车了吧？喝成这样也不能回家，我看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吧。你骨科那么露骨啊？你得铺垫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，我看了一圈，只有他没喝酒，所以呢，你李老师批准了。好。我听李老师的。刘志光，你不是要送我回家吗？走啊，都几点了还玩？你明天上不上班了？啊，那我送你回去。就是。哎。啊，张老师，请您转告李老师，我最听他话了。不过在场不喝酒的有志青年可不止您一个。走。这过来喝酒吧，你也没人送了，来，子金吧，干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你走吧。我可以送你。戏演完了，你这个道具也该下班了。我知道，只不过你今天这么一突然，我心跳特别快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今天喝了那么多酒，你真的不能开车。要不你开。我哪会开你的车呀？开你的也行啊，你车停哪儿了？这不，这，李琦帮我在二手市场淘的。你看，这书包架是我才装的，可结实了。他们都说你老实，其实你们男的都一样，这不就为了带师妹方便吗？不是。我装这书包架，纯属是为了放咱们那一本本那些专业书，一本本那么重的，从来没坐过女孩。我劝你赶紧把它拆了吧，有师妹上车直接坐前梁，后边事儿不用我教你了吧？不是。